The Crest， 嘉裕苑是坐落在新加坡著名的豪华别墅区，这是第三区内设计最独特的一栋产业。这是新加坡颇负盛名的发展商永泰亚洲的力作。您好，我是美香，也是伊娃，我是新加坡买卖项目的生活专家。今天我将从地理位置、建筑设计以及投资前景这三方面为您介绍新加坡最具独特魅力的投资新项目嘉裕苑。如果您来到亚历山大路，您会发现这里产业林立，显而易见的，这里是新加坡买房投资的必争之地。这里的地理位置便捷优越，投资回报潜力远超过其他普通产业。更重要的是，这里是新加坡和环绕的豪华住宅区之一。嘉裕苑最大的特色就是人文风景兼备，优雅生活俱全。这里距离新加坡最繁华璀璨的乌节路只有6分钟车程，7分钟即可到达新加坡时尚派对圣地克拉码头，去往世界10大室内花园之一的滨海湾花园也只需要8分钟车程。这里临近红山地铁站以及中巴鲁地铁站，是新加坡人文气息最浓郁、生活设施最齐全的区域。新加坡知名学府严永成中学以及克信女子中学都在嘉裕苑的步行距离之内，居住在这里可以极大地提升孩子的成长教育环境。走进 Prince Charles Crescent， 嘉裕苑的建筑外观即刻脱颖而出，投资行家以及买房高手一定知道，买入嘉裕苑的产业绝对是可以得到长期的投资优势以及社交链接的强势身份。这是永泰亚洲驻上海办事处市场经理王珍，现在听听他说一说中国人在置产的时候他们最在乎的是什么吧。在新加坡呢，很可惜中国人无法购买有地的别墅，但是呢，我们就将这样的一种生活诉求融合在了嘉裕苑的设计当中。那在嘉裕苑呢，它有两种形态，一种呢就是优雅矗立的绿荫阁楼，它呢是23层楼高的高层。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水居别院，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别墅或者花园小洋房这样的形态，这样的设计在新加坡是非常少见的。现代人买房子看地段、看房型、看设计，因为买下名师设计的房产就像拥有了一张社交圈最尊贵的名片。无论是自己居住还是租售投资，由名师所设计的建筑外观都可以极大地为嘉裕苑增添价值，让这栋产业哪怕是5年、10年之后依旧拥有极大的增值潜力。嘉裕苑由国际著名建筑大师及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伊东丰雄精心打造，他以概念性建筑著称，寻求所创作出来的建筑物能同时表达现实与虚幻的世界。他的设计让都市精英在对生活隐私的需求和对公共空间的渴望之间达到最完美的平衡。
嘉喻苑的外观设计非常独特，犹如一排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挺拔矗立，生机盎然。一东风雄的精巧设计，可以最大程度地为每一个单位提供充分的通风条件和充足的光照。嘉喻苑的绿化覆盖面积超过了整个产业的70%，每一个窗口都种上了绿色的植物，让窗外的景色延伸进室内，创造室内与室外景色的自然连接。新加坡对于外国人购买别墅有很多的限制，而嘉喻苑既有绿荫楼阁这样的高层公寓，又有水居别院这样的花园洋房，不同的楼型满足不同住户的需求。2014年，新加坡在全球宜居城市指数的排名中蝉联第三，仅次于瑞士日内瓦和苏黎世。熟悉的文化氛围，适宜的生活环境，乐观的投资前景，让新加坡成为了全球投资者海外购置产业的至优之选。欢迎您来到嘉喻苑，嘉喻苑期待您的莅临。